哇，这一棒朱玉贤咬到了中外方向，非常深远，多年轻追过去打在墙上，这是一支安打。朱玉贤停在二垒，今天他是上演了三安的猛打赏、就算是运气还不错。对，当然可能风势也帮了龙队一些了。变化球投到比较红中啊，这个曲球滚到捕手的后方去，垒上跑者又多往前推进一个垒包，送到中外野方向，郭天信往后追，还在退，还在退，郭天信跳起来没有捞到，所以乐天的第六分回来，就连原本一垒上林成飞都连跑三个垒包回到本垒，球单二垒安打两分打点入袋，变成7-3。哇，这时候这支二垒安打再补下去啊，变成4分差。对，刚才这一棒算是有咬到啊，郭天信已经全速往后追了，可是还是差一些些，是没追到啊，这个还是来不及了。